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，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，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，我真的看不下去，就是我比较小，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柔，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、yeah、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，随时出发逃到出发，我一定带我妈走。从前的教育别的家庭别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，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过，叫你一声爸。家只想要阻止一切，让家庭回到过去，天天温馨的欢乐香味。虽然这是我编造出来的事实，有点讽刺，有点酸性，但它却在这快乐下会发生，产生共鸣，产生共鸣来阻止一切暴力，也能随着音符书写一情绪。从小到大，你叫我学习，你把你当榜样，好多的假象，妈妈常说乖，天天别话，你叫我。